底曾怀一度梦里踏雪几回，紫衣姐姐的宫二先生演的是真真的好。昨晚快十一点赴法参加时装周的章子怡在微博上传一组在巴黎花园练八卦掌的照片，并称巴黎花园里练了会八卦，不过师傅是个法国佬。照片中章子怡黑衣黑帽配黑超，脚蹬平底鞋，在公园跟在一群法国人后面练习八卦掌。不过紫衣姐姐这两张照片的造型怎么看都像乱入的，举手投足丝毫不见宗师风范。周董说过习武之人切记忍者无敌，不过联想起之前网络爆出其男友汪峰在泰州演出时后台跟想与他合影的粉丝起冲突，来了一招力劈华山，看来这两口子在家真心没少练啊。